我去一个演唱会，我一上去我一定会说好你们好，哦，就用吼的，有用这边后面的朋友你们好。哦哟，哎，女人啊，我们都曾经期待能嫁个好丈夫，爱得一塌糊涂，也不要一个人做主。 You know 女人啊， You know我们都曾经期待 ，Everybody know， 能嫁个好丈夫 ，Everybody know， 怎么可以把彭佳慧完成这样？脑袋断掉。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，哪怕一生很累，我也不管。怎么会那么好听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也好想有这样的喉咙。可是你，我觉得你的声音非常有特色。我现在只能唱一首歌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我没办法，我现在只能唱 Billy 姐的哈哈，什么都不必说，我只能唱这首。那你可以教我一下，我的烟嗓要怎么样唱出来，才会那种像你这么美妙的声音？其实我要说的是你因为你常做直播，说话是很伤喉咙的。对，就一直讲话。对，因为你是一直磨损同一个地方嘛，所以我觉得你就多喝水咯。多喝水。去一个演唱会，我一上去我一定会说下次再次你再次好你们好你们好，哦，就用吼的，哦哟，哎，你不要这样哦，你就后面这样你会拉到。对，要怎么样？你可能平时或者是低头一点，后面的朋友，后面的没办法，这边放很开，因为这边不是电视台啊，这边不用被罚钱啊，可以骂他们。我才没有给你，我才没有。女人啊，我们都曾经期待能嫁个好丈夫，爱得一塌糊涂。也不要一个人做主，王董嘞，想象未来可以手牵着手的路，相信缘分的人好像就不会那么辛苦。下一首 You know 女人啊 You know 我们都曾经期待 Everybody know 能嫁个好丈夫 Everybody know 爱得一塌糊涂，也不要一个人做主 You know I know。 强不强？你怎么，哎，这个临时我加进去了，有没有？怎么可以把彭佳慧完成这样？脑袋断掉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是完全实力派。我目前为止我知道两个唱歌实力派最好听的，清唱的部分就是真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名字，阿丽，不是没给你拍谁，我给你没给你。可是阿令也不错啦，阿令很棒，对，阿令真的也很棒。可是那个我真的忘记了，对，哦，林凡， Freya， 对，林凡清唱，他那天也是脑袋断掉，真的。